全球的中文学习者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潘彦春，由汉考国际联合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、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共同举办的国际中文日 HSK 短视频征集活动，于5月4日开启。活动主题为以中文与世界相拥，非常期待您的参与。祝2023年国际中文日活动圆满成功。